我是林 Kheng， 一个礼拜我洗上3次。我先生去做工养我，他把我6点还没有到就推我去。 9点，他就走回家来，打扫家里，再有时候煮一点饭，有时候煮一点粥，等我11点多洗好，推我回来给我吃。他赶时间，他就随便吃一个面包还是几片饼干，就去做工。到了晚上。 9点半放工，回到家10点。我有叫人家帮我买，可是1包饭3块，我要给那个人2块，变成5块。 我就不吃了，家里有饼干我吃饼干，没有我吃半包 Maggi 面，打一粒鸡蛋。从我们家走到咖啡店，这段路我不能走啊，很痛啊。 上粮食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咯，我们不必买吗？我要感谢上粮食给我的每个月给我的干粮，还有鸡蛋、水果，每个礼拜给我1粒面包，我就够吃了啦。 有米啊，有油啊，这些咯，啊，我每次去拿，就是这样拿得很开心，因为是人家给的，有时拿到很好啊，有麦肉、果皮哦、麦片，有米，有油。